温州，我看到温州人的精神，跟台湾有两点最像。其实我从飞机还没有落地，我就开始感受到温州人非常的温柔。温州人的温柔跟台湾人的温柔多么相像。然后我们温州很多人嫁给那里。第二个是温州人的勇敢跟台湾人的勇敢。真正勇敢的台湾人是可以敞开心胸，跟我们的兄弟姐妹、跟我们的同胞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拼搏，一起面对这个世界。这是真正勇敢的温州人，真正勇敢的台湾人。